魂，他的头昏天真认真纯真，能加成真成分加分缘分，粒粒分分之长影长似长，快要牺牲。东西南北大眼神东，做好热身运动，准备跑这婚姻的马拉松，快步要等慢步要冲，先一脚停后一脚你还要冲。结婚离婚不婚，搞得头昏天真认真纯真，能加成真成分加分缘分，粒粒分分只长影长似长，快要牺牲。早一点你要梦，晚一点你要疯，近一点你要松，慢一点成功。林家，哎，哪儿林家？你这深更半夜了，又来吵啥呀？我吵吵怎么了？你再逼逼我，弄死你，小东西了你！神经病！吵吵。林家，林家，快开门，林家。敏秋，不是小雨的妈妈。敏秋，展鹏。哎呦，进展还挺神速的嘞。我是来向你道歉的。啊？你是不是喝酒了？对，就喝了一点儿，但我现在特别清醒。我不仅要跟你 say sorry， 我还要跟茉莉 say sorry。我保证以后我……怎么了？快洗手间！哎，慢点。小雨呢？啊，小雨上学去了。啊，他没看见我喝大的样子吧？他倒是没有看着，不过是他帮我把你抬出来的。啊？完了！我在小雨心目中的形象尽毁。哎呦，我这是，我就不知道我真对不起，我怎么就跑你这儿来了？真不记得了，那你到底喝了多少啊？断片了。我就记得我是一个人喝的，我越喝越郁闷，我越喝越憋气，我特想跟人打一架。我喝的，我到你那儿没撒酒疯吧？昨晚你是来跟我道歉的。其实，在江边，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今天既然有这个时间，没有这个机会，我们就好好聊一聊。
我的丈夫叫顾岩，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们毕业以后，他留校做了古汉语老师，我呢就去报社做了编辑。再后来，我们就结婚了。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说一个女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嫁给自己的初恋。我就是嫁给了自己的初恋，而且我们彼此都是初恋。其实我们的性格差距还是挺大的，他爱动，我呢好静，但是我们在一起又很互补。我愿意陪着他去爬山，去看星星，去到处跑，而他呢也愿意为我留在家里做一个主夫。春天的时候我们一起去踏青，夏天泛舟湖上，到了秋天我们一起去种菊花，冬天一起赏雪。恋爱六年，结婚四年，跟顾岩在一起的这十年是我人生最甜蜜、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光。能感觉到你们曾经特别幸福，但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你也得为你的将来打算打算吧。在我开车冲下山坡的时候，我的未来就已经定格了。顾岩出车祸的时候是我开的车，所以之后你就再也不敢开车了是吗？我试过，但是不行。只要是我的手一放到方向盘上，我的眼前就会出现顾岩临死之前的样子。那天他跟我说，天上会有天秤座的流星雨，因为我是天秤座的，所以他坚持一定要带我去看。他带我看过无数次的流星雨，而那天晚上的流星雨最美最亮。回来的路上我怕他太累了，想让他多休息一会儿，所以一直坚持由我来带。别的后悔，我想如果我不坚持就好，顾岩就不会离开了。就意外啊，不全都怪你，而且这事那么长时间了，你可千万别再苦着自己啊。可能你跟很多人都会觉得我心里挺苦的，可实际上你知道吗？我心里一点都不苦，因为有小雨，有我和顾岩那么多美好的回忆，我真的过得特别的好，特别的知足。所以我的生活里不需要其他的东西了。展鹏，你是一个好男人，无论你跟你的前妻曾经发生过什么，你们之间是什么样子的，你在我眼里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男人。你也是一个好爸爸，我相信总有一天茉莉一定会明白她有一个多么爱她、多么疼她的爸爸。我也相信你一定会幸福，会找到一个好女人，成为一个好丈夫。我以为我找到了，
我给茉莉送吃的。这房子本来我也没打算住。 刘展鹏让我来的，每个月的房租我都定期给小舅了。我攒着钱呢，等我钱攒够了就搬走了。等你钱攒够了就搬走了，是吧？打从我看见你一起，我就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想着赶紧的搬家，赶紧的走，没错吧？ 我真的就这么饿吗？咱俩在一块生活了8年，我觉得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你根本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今儿来就想告诉你，这房子，你和茉莉踏踏实实的住着。谁要是有什么其他的话，就让他来找我说。你什么你啊？ 行还是不行？我就不明白了，你干嘛就这么着呀？一直要跟我拧巴下去啊？你干嘛就从头到尾要跟我这么拧巴着？我说上东你非要上西呢？我跟你说心里话，我不想让我的孙女受委屈。我知道你要强，啊，你能干，可是这事儿逞什么能啊？ 该低头时就得低头，干嘛把自己碰得头破血流的呀？你听我话怎么了？不丢你人，好赖不济我也当过你婆婆。你说咱俩有必要这么较劲吗？啊，因为有茉莉，咱俩不可能永远老死不相往来，不见面。所以我今天来告诉你，这个房子你们娘俩住着。 往后周末的时候，我来接茉莉，其他的时间只有你不在我才来。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等茉莉起来了，把这个热了，你们娘俩吃了，我走了。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快去洗漱吧。洗完吃早餐，奶奶给你做的。啊，奶奶知道我们住在这儿了？嗯。我不爱说你，但是我今天不得不说你。 你说你的嘴也忒大了吧？刚跟你说的事，你转头就捅到肚主边那儿去了。你说话怎么不过脑子？啊？我说什么了呀？不就那么点事儿吗？至于？还不至于呢。你知不知道我被我们领导骂得跟三孙子一样？本来就是。你说你这样，我以后怎么跟你爸？你跟我一起进社里的吧？你这么不学学我呢？你看我嘴多严呢，刀架在这儿，我都不带吭一声的。什么叫誓死不屈？什么叫我有不服？那说的就是我。 我跟我姐闹了点家庭纠纷，事情太复杂，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但是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我离家出走，我要让我姐知道逼我离家出走是什么下场。哥，不管什么原因，我支持你。我什么都清楚啊。哎，行了行了，有什么事回头再说吧啊。哎，好，再见再见，拜拜。刘展鹏，什么意思啊？我不过就是说了你两句啊，你就敢夜不归宿，现在脾气见长啊。还有，昨天晚上嘛，我打了你的手机，那个电话它是通了，我就听见你在电话里边说：“敏秋啊，敏秋啊，怎么了？”啊？我睡会儿去。哎，不是，刘展鹏，跟我说说，发生什么事儿了？啊，真实的，说呀。没什么事。刘展鹏，说呀。头疼着呢，我就疼什么疼？你跟我说实话。来啦，周老师。怎么是你呀？正在节骨眼上呢。我来接您去跳舞啊，大家伙都等着您呢。我今天有事儿，不去了。不，又有什么事儿啊？又不去了？我又。展鹏。哎呦，这孩子，展鹏啊，来让妈瞧瞧。哎呀，怎么回事啊？你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儿。你倒是安静了，那我这儿就乱了。快起来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刘展鹏。刘展鹏，一二三，我啊啊呀！哎呀，杜伟成跟我分手了。啊啊！你啊什么啊？人压根就没看着我，你儿子。你怎么不安了？接着安呀！拿着。干嘛？我在食谱上已经标明了我要的菜，按照上面的要求，给我做12份营养餐。我周末要用，这么多吃得了吗？嗯，你不是又想耍我吧？让你做就做，哪弄都废话。里面是5000块钱买菜的钱，用不了这么多，剩下的你去搬家。我家的事不用你管。房子的事我自己会安排，用不着你的钱。昨天晚上的事儿，我希望不要再发生。买菜，这些就够了。主编，您找我。啊，这篇稿子没有什么问题了，你让责任编辑抓紧排版校对。另外，上次广告部说有客户要冠名我们的评论专栏，你去问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了。好的。还有，你问一下郑业或者其他人就行，不要惊动刘主任。就算我想惊动刘主任，也没这个机会啊，他今天还没出现呢。没出现，请假了，应该是吧？主编。哦。那个没什么事了，你去忙吧。哦。兰兰，我能跟你交代的我都交代了，我求你了。让我一个人在这疗疗伤行吗？那不行，你一天米水未进，我把你情商疗好了又改胃伤了。儿子，有什么呀？天涯何处无芳草。告诉你啊，先把面吃了。妈藏了一大沓照片，都是美女，我都没跟你小舅说，全是给你留着的。我现在的问题不是说找不到女人，我是。不懂，哎呦，你不就是看着杜敏秋了吗？看人就追呀，
这女人啊，就怕人追，死缠烂打。我告诉你，最后投降的肯定是那女的，人家就刚拒绝你一次，你就怂了，那哪行啊？合着我刚才跟你说半天都白说了？你刚刚说的我都听明白了，不就是他那前夫吗？哎呦，你傻呀！你好好想想吧，你要是跟一活人斗吧，那还真得费点劲儿。人都不在了，一死鬼，你怕他呢？我爸还死了呢，那怎么着？你还老拿老林他跟他比呢？那可不一样，我告诉你吧，老林头跟你爸没法比，一个手指头都比不了。你就不一样了，你谁呀？你是我儿子，一表人才。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还喘气儿呢。哎呦，杜敏秋，他要连这都不知道，那他可就是个傻女人。哎，跟你说不通，反正总而言之，这事儿你就别管。我必须管，这不管啊？你求我儿子，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听妈的，追，只要你喜欢，死缠烂打，使劲的追。我告诉你，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只要把这媳妇儿娶回咱们家门，就是咱们家最大的胜利。我定瞧不上你这垂头丧气的倒霉相了。我又没求着你看。这是你这噔着没完没了的。那把面吃了呀？不吃了，吃饱了。展鹏，刘展鹏。你来了。我来了。天晴，你和我们家正业在一起有一段日子了，虽然还不知道你们俩能够好多久，但是在程序上我对你进行了一些了解，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那你就问吧，没事儿，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性格。这个房间熟悉吧？14日和风花园大酒店大床房一间，21日维多利大酒店大床房两间。你爸爸叫江建国，妈妈叫沈慧珍，还有一个姐姐江天兰，她现在已经离婚了。为了不让你爸爸知道，她偷偷在外面租房子住。你家两室一厅，130多平米，足够你跟你爸妈住一起的，你根本不需要在外面住酒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认识我们公司财务？我为什么认识你们公司财务啊？这么详细的记录，只有我们公司财务才会有啊！这些都是我们公司在做活动的时候给嘉宾订的房间。这些呀，都是以我的名字订的，可住的人不是我。你刚才不都说了吗？我家有地儿住，我干嘛要住这儿啊？这个认识吗？嗯，认识。这个，还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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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姐，你甭问了，这些我都认识，都是我前男友。好，你承认就好。据我所知，这八个人都是你主动提出的分手，对吧？郑平姐，你先不用跟我解释。数据显示，这八个人当中，现在还有6个跟你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你不觉得这些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吗？姐，我一直想说的是，你这上面还少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叫郝大志。我们交往了6个月。啊，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郑平姐，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年少无知，不知情为何物。我们家郑业跟你差不多大，可他一直洁身自好，至今为止还没有谈过一次正式的恋爱，所以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不合适。郑平姐，我是交过几个男朋友，但这年头谁没谈过几次恋爱啊？不过我敢保证，我对待每段感情都是严肃认真的。分手那是因为性格不合适，虽然是每次都是我主动提的，但是那也是我们双方的意愿啊。请你不要怀疑我对郑业的感情。就算你对我们家郑业现在这一分钟是认真的，那下一分钟呢？明天呢？保不齐哪天你又觉得不合适了，不也还是会分手吗？我的意思是，长痛不如短痛，这时间越长，对我们家郑业
当然也是对你了，伤害也就越大。那也不能因为怕受伤害就不谈恋爱吧？你要是现在就敢嫁给我们家正业，我就相信你跟他不是随便玩玩的。这也太荒唐了，就为了证明我爱正业，我就得现在嫁给他呀？我得找正业去，我问问他是怎么想的。哎，你给我站住，找他有什么用啊？我跟他谈恋爱，现在你让我们俩分手，我不找他我找谁呀？正业有没有跟你说过关于我们家里面的事儿？我们父母的，我们俩还没到那份上呢。那好，那我就跟你说说我们家的情况。你不是喜欢打网球吗？像这样的网球场，我们家在迈阿密、底特律、洛杉矶，一共有三座。别看我跟正业平时都挺朴素的，那是因为我们的父母从小就教育我们要自食其力。尽管家族的生意做得还算可以，父母在美国的华人圈子里也算有头有脸，但是我们还是选择留在国内，靠自己的努力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你跟正业是传说中的富二代，还是岳阳的那种？原则上我们都不太喜欢富二代这个词儿，毕竟我们都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我们虽然选择不了我们的父母，但是可以选择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就觉得正业有些地方不一样，现在明白了，就是他那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气质特别的吸引我。算你有眼光。我们虽然可以拒绝父母的钱，但是不能不尽做儿女的本分。现在二老最担心的就是正业的婚事。说实话，他们二老早就在美国给他物色了结婚对象，而且对方的家族跟我们的家族还是生意伙伴。这不就是商业联姻吗？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正业呢？坐下，坐下。这个事情正业还不知道，但就算他知道了，恐怕也没有办法拒绝。为什么呀？因为他的婚事父母已经催过很多次了，这一次他们不会再让步。所以呢，要是没有特殊的理由，恐怕正业也没有办法拒绝，除非他有喜欢的人，而且这个人必须马上跟他结婚。这样的话，或许我们的父母还可以再考虑考虑。我知道，结婚这事儿本来不在你的计划范围之内，对你来说确实有一点点为难，但我父母对这事的态度却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以他们二老的性格，说不定分分钟就派人从美国飞过来了，把正业给带走。与其到那个时候你们两个被迫分开，还不如现在就分手。我还是那句话，长痛不如短痛，我是为你们俩好。正业真的会娶那个女人吗？只要你愿意离开，我就会说服他。那他会幸福吗？他跟你在一起就一定会幸福吗？所以听我的，离开正业。你记住，不是迫不得已，我和正业的身份今天是不会告诉你的。我相信正业也不希望你这么早就知道。
你真的不让我到你家去住是吗？以后那就住八个平方，你说你去了住哪儿啊？呀！哎哥，哥，冷静冷静，别激动别激动。哥，哎，你说你爸妈都没在你身边，这么多年都是你姐姐在关心你，你看你手上的姜丝丹顿都是你姐姐给你买的，你这样走了，你对得起你姐姐吗？我已经下定决心。哥，决心是可以改的吗？去也去。哎呀！你怎么来了？谁？我们结婚吧。吃，吃多了怕脑子反应不过来。行啊，这凉了就不好吃了，快吃。哎呦，不饿。你有心事儿？嗯。怎么了？我说你心怎么这么大呀？遇到这事你不烦不闹心吗？这有什么可闹心的？事情最闹心的阶段是在还没有决定的时候，都决定了还有什么闹心的？我江天晴就是那种一旦决定一件事儿，就会义无反顾、一往无前、一直走到底的人，不管前面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记住了吗？那附属品，你是不是有了？有什么呀 ？baby 呀 ？baby 你个头！那没有，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跟我结婚呢？哥，你还没怎么样啊？你是不是记错人了？哎，我只是打个比方。哎呀，哪儿跟哪儿啊？你这瞎说什么呢你？你喊什么喊呀？我走了。你倒是拉我呀！不就是结个婚吗？看把你吓！你可不就把我吓着了吗？你这冷不丁的冲过来说要跟我结婚，我没有思想准备啊。结婚要什么准备呀？有户口本就行了。陈小月。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打算跟我结婚？跟我谈恋爱就是玩玩而已。我发誓，我对着霓虹灯发誓，我绝对是抱着一个真诚的态度和一颗火热的心与江天青小姐投入到这场恋爱当中。如果我撒谎，怎么？把我当鸡块炸了？那我可舍不得。炸你都浪费那锅油。哎！天晴。嗯。我真心觉得，咱们俩还没到结婚那个份儿上呢。其实我觉得也没到那份儿上。就是啊。但是我刚刚又想了，跟你结婚也没什么不好的。你受什么刺激了吗？跟我结婚有那么难吗？不是难。我生气了。我生气了。哎哎哎！哎呦，你生什么气？你生什么气呀？我能不生气吗？能不生气吗？怎么了？怎么了？多大的事儿啊？至于吗？多大个事儿？结婚可是大事儿，好吗？老话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有奖的大事儿，对吧？既然是大事儿，咱们就不能像出个国、买个房、交个钱、领个证就完了，对吧？嗯。咱们是不是得认认真真、一码归码的，对吧？哎，不对。我认为结婚就是交钱领证的事儿，那怎么能一样呢？结了婚，咱们俩是不是得住一块儿？你也不知道我睡觉的时候喜欢打嗝、放屁、磨牙、嘎巴嘴、流口水啊。你会的还挺全，我都行。口味真重。当然，我也不知道你晚上卸了妆素颜什么样。你说万一，你这……啊，
你的意思，我要是这样，你就不要我了，是不是？我只是打个比方。亲爱的，我就是觉得咱们俩还是彼此缺乏更深入的了解。你是不了解，你姐了解的可深入了。我姐？我姐找你去了？啊？我说你怎么这么火急火燎的跟我结婚呢？我姐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我找她去。哎呀，这她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真心觉得跟你结婚挺好的。你不是说咱们了解不够深入吗？等结了婚，住在一起，每天都能见面聊天，这不是深入了解最好的方式吗？用不着像你姐那样大费周折的去调查。我姐是不是把那些乱糟糟的 PPT 给你看了？我还帮她补充了点呢。哎呀，我说你俩可真是天生一对儿啊！天晴啊，你是跟我谈恋爱，跟我谈恋爱，不是跟我姐。你别听她说，你别受她的影响，好吗？好吗？好吗？我没受她影响，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她还劝我跟你分手呢。她还劝你跟我分手？吃多了脑子不好使了，不说了。是不是还威胁你来着？有吗？我问你呢。没有。没有。那个，我江天晴是受别人威胁的人吗？就是经他这么一提醒，觉得跟你结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想想，以后每天醒来都能看见你，不是挺美好的吗？你不想吗？我想。美好是美好，可是。可什么事？我是真心不想失去你。我也不想失去你。哎呀，我的家在东北黑松花江上，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啊。二环，你抽什么风呢？我的舅，海哥，搜，赶紧回去睡觉。姐姐，姐姐，拼命三姐，小平同志姐，你在哪儿啊 ？I'm here。哎呀妈！哎呦！姐，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大包小裹的干嘛去了呢？你想干嘛去就干嘛去，你要想说呢我就听，你要不想说就别说。姐，我纠结。哟，看你这样子像是受了什么委屈啊。来，跟姐说说，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让我高兴高兴。你还高兴高兴？就是江天晴。怎么了？言难尽，言难尽。你是一言难尽呢，还是缘分已尽啊？
没事儿，不就分手吗？姐，我再给你找一个更好的。你知道吗，姐？我最佩服的，就是你的豁达。那当然了，不是我吹啊，你姐我的心理素质啊，就算是天塌下来，也能当被盖。所以啊，我要学习你的心理素质，嗯，学习你的豁达，嗯，不就结婚吗？姐，你说什么？我说。我要跟江天晴结婚了，不可能！那有什么不可能的 ？Impossible！ 这怎么就不 possible 了呢？我都跟他编了，你有一个金发碧眼、美国籍的未婚妻了，他怎么还敢跟你结婚呢？什么？吹就过了，话说说就算了，人笑笑就散了。我没事，只是假装强势。先送送就断了，路走走就远了，心想想就乱了。有心事都是过去的事。人生路上的孤单，怎么都走不完。想要一个人陪伴，真有这么难。想象中的那一天，一等多少年，都准备了多少遍，心甘情愿。身路上的孤单，怎么都走不完。想要一个人陪伴，真有这么难。想象中的那一天，一等多少年，都准备了多少遍，心甘情愿。身边。